哎呀，看着这原野呀，就想到了当年的战争。这山上这个狮子上还不少人呢，我看见很多人在这站着，上面也有。这个楼我也没进去。我这一来呀，又体现出来我的屌丝本色了。我一看好像要交钱，我合计算了，就别进了，就没进。然后呢，就在这边转一转，一会儿我再去前面那几个景点看一看。我估计滑铁卢也就完事儿了，因为这个是个战场。你想，它这个楼多的地方肯定不能打仗啊，这都是个平原啊。这边也是，你看，没什么东西，四下里也没什么东西啊。哎呀，太阳公公出来了。呵呵，